看视频我爱看于小 C， 真的很美。哎，这咋地？水路，这咋地？可惜了。哎，我刚刚这波卡了一下。我觉得这波其实是不亏的，为什么不亏？因为你打的他状态。哎呀，到了，带点是什么？带点是药水。没事，我这富有金药水的。想吃鱼子酱，发来高能弹幕。做完的鱼子酱还是寄给老地方。都不一定补得满。他已经崩了呀！不亏的。我得高起手了。我可没排演了我。让他死。哦，还有闪现。他哪有闪现？等一个壁咚快！一，能不能帮助一下科普？那个波比，马超跟波比，无情，大杀四方，一。你把我冰球吃了，拿下！哎，跟这奥拉夫对线也没什么意思，这奥拉夫总不给我打呀，这奥拉夫，那打的那么稳健有什么意思？来干我呀，求你了！这斧子没丢到，丢到就干活了。他没斧子，他要捡斧子，你看，你看。他装上的那个，你装啊？不是你在装什么？你跟我装？你知道他当时追你吗？他没有捡到斧子。他在犹豫，我知道他。我斧子还是大点，蓄大，我蓄大还是斧子？他蓄大，他伤害就不够跟你拼，你知道吧？拉夫就是不停的捡斧子，不停的丢才能打得过。他这大刀怎么持续时间这么长啊？这个大刀根本扭了半天没扭掉。我吃了一万个 Q， 前面我觉得第一时间我应该一定能把他给拉过来，拉过来直接杀了。哎呦，亏了，这么大波，这么大波。直接打了，打到自己家。哎，下路没人看了是吧？完了，我这场还是没打出去。Double kill。你给我等着，好吧，我现在先让你装一会儿。这个盾
七把，我还咬出去不掉你。没有信号了。我日鸡！我日帅啊！这波舒服，这一波是真舒服。我腰软了，我这就是成天，我一天赶命。我死了，但是我一定立功了。我跟他好像又拼到了，他盾上了，好像是。我都缺了盾，我秒破，真秒破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这些后排，对面后排把我们贴完了。你砍都砍不动我，来！我也是无敌的，好吗？八的护盾，好感觉，上地沟。然后拉夫是把我们后排切了。一刀九把，好痛！呀，啊，确定的，那有什么好怕的？无情，
棒。Wasn't